是非，前尘暗藏血泪，一别经年难追，道不尽真实愿违。命运辗转迂回，生死祸福相随，执念难消，损真取伪，任风吹，风雨飘摇，一心不悔，用一生奉陪，至少有你同行与同悲，揭开宿命一往无悔，一场梦回，山河明媚，只守与君归，思想来回，心不着尘灰。长乐曲由特伦苏冠名播出，不是所有牛奶都叫特伦苏。去头屑用雨洁，去头屑用雨洁，雨洁洗发水，带您进入正片内容。郎君，太皇太后赐婚，府里可需准备啊。叔叔，哪里轮到您出马？有我这个门神在，还能让他进得了府？又是你那个扔人头扎飞镖，仙人大法吓唬人呐、啊。这次可是太皇太后赐婚，会不会遇刺又怎么样？老规矩，下马蹭。帐下，这好了，不要再说了，就照我说的办。严博士，你是个明白人，必然不会辜负老夫对你的信赖。张相放心。嗯。关门。夫君，张相亲自前来，所谓何事呀？这沈都在朝堂之中，素来不参与派系。尤其是贤王和英王之争，一向中立。张相乃是贤王智囊，此次选中三娘，定然不会只是因为才情。他想让采薇去当眼线。小点声。不行，那采薇更不能嫁了呀。方才张相又向我提起六部改选之事，若是三娘不嫁，这选官之时便会派我去大漠驻守，而且是举家搬迁。张相竟然以全家发配大漠威胁爹爹。老爷，夫人，不好了，三姑娘跑了，说是和一个叫韩世元的书生私奔了。逆女呀、啊！老爷，夫君，爷，老爷，夫君，爷。都看着我干嘛呀？三娘找着了。没找到还不赶紧去找去？就算是翻遍香安城，也要把那个逆女给我找回来。哎呦，大家都给我找仔细了，快快快快去，快点。等等。啊，保密，千万不能让人知道三娘找不到了。啊，对对对，千万不能说三姑娘跑了，就说，六姑娘养的兔子丢了。是是。哎，六娘，你平日在外走动的多，比较熟悉，又和采薇交好，便也一起出去找找吧。嗯，好。那我也去找兔子了啊。啊。
六娘。你们严家庶女是不准回家吗？怎么整日在外面游窜？大格林，请让开，我的兔子丢了，我要去找。是吗？原来是兔子丢了呀。今天一整日严家大门一直紧闭，我还以为是在紧锣密鼓的准备新婚，原来是在关门找兔子。大格岭若是嘲笑够了，我就继续去找了。那你可一定得找到啊！明日便是本格岭与你三姐的大婚，到时候本格岭非常期待看到你带着兔子一起来观礼。大格岭，言心冒昧，有一事相求。求我？除了老李欣想死了囚犯，整个大仓恐怕也找不出第二个人想要来求我办事了。求大格岭跟我三姐退婚。你知道自己在说什么吗？知道。求大格岭取消跟我三姐的婚事。你虽然没有官职品阶，但好歹也是个识字的小吏，知不知道什么叫做天命不可违？太皇太后金口玉言，哪儿来取消一说？太皇太后对大格岭圣眷隆重，自然是想给大格岭配一段良缘。是啊，太皇太后精挑细选，又有张相作保，我相信与你三姐一定是段良缘。那是太皇太后不知道我严家女子到底是什么样子，您看我这么粗鄙无礼，就该知道我三姐跟大格岭绝对不会是良配。你是说你三姐的才情都是假的？欺世盗名是乃欺君之罪。我说的是我。你确实粗鄙无礼，但我娶的又不是你，倒是你三姐摊上你这么一个无礼的庶妹。可是你跟我三姐都没有见过，你就不怕两情不相悦，同床异梦，终成怨偶？那又何妨？那怎么会无妨呢？人总是要跟相爱的人在一起，相敬如宾，彼此珍视，这一辈子才能幸福啊。不重要。你简直是无可救药，不可理喻。放肆！沈渡，就算我不愿意相信外界的传言，可你看看你如今的样子，言语刻薄，行为乖张，暴虐无道，蛮不讲理。就算我三姐没有心仪之人，她又怎么会嫁给你呢？相敬如宾，彼此珍视，这些东西离我已经太远了。潜到这世上最高贵阔气的墓地，享受万千祭拜。
主上，一切都准备好了。大哥领，虽然这严家六娘说话不中听，但您不也不想要这门婚事吗？既然咱们还没有吓唬他们就要求退婚，那您何不就顺水推舟？这婚当然不能结，但这话不能由我来说。对对对，太皇太后赐婚，大哥领自然是要领情，还是得让严府主动退婚才是。据探子回报，这严家三娘与那书生私奔至今还未找到，就算不退婚，那明日的接亲也理所当然免了吧？他们理亏，太皇太后那边，张相自然得想办法把这事给圆过去。看戏怎么能只看一半呢？新娘在哪儿那是严家的事，本科令自然明早要派喜娘队伍去接亲才是。各位，跟随我严父多年，如今严父遭此大劫，怕是天要亡我严家呀。老夫备了些银两，各自寻找新的去处吧。遗书我已经写好，娘，我还不想死啊，娘！娘！娘！算了，我来嫁。这都什么时辰了？这新娘子怎么还不能搞？哪来的鸡食了呀？大木头子，累死了，出来了。看星月，不管弱水三千，直到你的出现。时光中匆匆缘前一面，温暖回忆里的冬天。别管那明明故沙，着一世风出花，冰雪慢慢融化。我听到那温柔的话，他对她说：“哎呀。”我梦里水月镜中花，不是虚幻的浮华。何惧前途飞。时光色白马，六娘，六娘，不行不行，六娘，六娘，我怎么想这事都不成，
你想，那白无常是什么人啊？那是神府死人堆里爬出来的，你嫁过去能有好吗？赶紧跑，这你拿着。你在刑部啊，认识的门路多，到时候找个地方先躲三个月，等这段时期过了再回家。你不用担心我，你爹他就是个纸老虎，吃不了我。大不了啊，我下半辈子精心伺候他，端茶递水，捏肩捶腿。实在不行，你就一纸休书把我给休了，我重操旧业，唱戏照样养活咱母女俩。韩娘，哪家园子还会收白发女伶啊？我虽然是庶女，但从小在你们的庇护下，并未受过什么委屈。三姐更是对我极好，当初我不愿意修习女工，一心想报考女官，是三姐为我跪了一夜祠堂求来的。你这孩子，你就记得别人的好。我是严家的一份子，自然不能看着严家受难而不管。三姐不愿意嫁，是因为她心中有韩郎君，我心中有无牵挂，便替她嫁好了。傻孩子，嫁人没那么简单。阿娘，你别担心了，六娘在刑部见过的死人多了去了，会会白无常也没有什么大不了的。再说了，他不过也是血肉之躯，还真能把我勾到地府不成啊？呸呸呸呸！好了。父亲，母亲，还请帮我照顾好我阿娘。女儿，这便嫁了。拜堂之前，新郎新娘不宜见面，把落落叫更是不吉利。而且您这新郎官怎么连喜服都没换呢？少废话，那位府迎亲就按照那位府的规矩来，吉不吉利我们大哥领说了算。啊、这娘子，为父来看看。博古通今，精明行修，名动香安的严家淑女。这位贤德淑女，就是我。大哥领这是打算当众杀妻吗？
你别忘了，这是太皇太后赐的婚事。虽然我现在没有品阶，不是朝廷命官，但起码也是刑部书吏。这不是办案现场，也没有嫌犯挟持。就算你是大哥领，也不能不黑不白，就将一个书吏无辜杀害。是吗？什么时候，一只苍蝇也能当书吏了？大哥领何必如此羞辱？既然你对这桩婚事这么不满，何不现在就杀了我？别急，今日这把刀没砍到你脖子上，但很快就会让你求生无门。这颜六娘胆子真大，竟敢替她三姐出嫁。玉，这可是欺君之罪啊！太皇太后只说赐嫁严家女，至于是几女，太皇太后根本不在意。可是您……我更不在乎了，早晚是要赶走的。严家也没有几只有趣的兔子，还是胆子大的更有意思些。难得，她不仅胆子大，似乎还挺有脑子的。六娘，六娘，六娘，锤锤，六娘，真的是你啊！我本来听说你三姐今日要嫁人，想去找你一起去凑热闹的。结果一去严府，就看到金姨娘在门口哭，说要嫁人的是你。六娘，你是不愿意吗？可是这新郎官不是沈度吗？他已经不是沈度了，而是暴虐无道的白无常。锤锤，你放心，你先回去吧。不行，我怎么能眼睁睁看着你落入白无常手里呢？我陪你去，这虎穴姐妹陪你趟了。坏了坏了！什么坏了？别着急，慢慢说。新娘子居然来了！啊，新娘子！家规特殊啊，这神府弄得跟个灵堂似的，哪有半点婚礼的样子啊？这么多白灯笼，夫人，您初到神府，府内下人万万不敢怠慢。这婚姻之事嘛，讲究是天时地利人和。头些日子请大师算过您二人的八字，所以今日府内不宜张灯结彩。无妨，沈管家定夺便是。请。大哥令中屋因为常年独居，缺少祥和之气，不宜做婚房，容易引起血光之灾。
特意给夫人备了新房，您早点歇息，且等大格岭祭祷回来。你们不要欺人太甚了。没事，烦请带路。请。沈管家，不知道您可记得我的生辰八字是什么？这。女儿家的八字自然是不好当众说出口的，多谢管家细心。请。追追，吃个蜜饯。你还有心情吃啊？夫人，祝您和郎君早生贵子。哎，献伞啊！你们是不是压根就没想过六娘会嫁进门啊？哎，锤锤，别为难他们了。这也太过分了，怕是都以为我会半路跑路吧？那可是这也太欺负人了吧！哎呀，这有什么，虚礼而已。虚礼？嗯，那你们家实力也亏了呀。我听说，沈都送到你们家的，全是那些样子货，没有一件正经东西。这还不如嫁给一个寻常人家算了，起码还实在。人家迎亲都是双飞大雁，你家就送只大母鸡，你还笑得出来？他既然不想娶，那我还偏要嫁。大哥岭不好了，前方那位来消息了。那新娘子简直邪了门了，她不但没走，反倒又回来了。这会儿应该已经在沈府了。果然是严六娘。关键是，大伙压根就没有觉得这婚礼能成，什么都没有准备。他倒好，不仅一起到现场去布置，这会儿还在那儿给人出主意呢。随他。啊！往年那些不怕死的想缠您嫁入沈府的的确不少，可您只要略微用那么一点手段，马上屁滚尿流的跑了，哪有见过您的刀还敢进洞房的？进府以后，沈管家刻意扣了他的聘礼，他不但不生气，还是要嫁。这女子，训练有素，迎难而上。丞相派他来，绝对是个大阴谋。你都看得出来，还算是什么阴谋？这次这个兔子，比起以往那些，还真是有意思的多了。关梅那边，大哥岭放心，属下已经给接亲队那边都敲打过了，现在大家只会认为您是娶亲顺遂，婚礼已成。
我算是知道沈都为什么叫白无常了。你看这一个个的，白日里就像个灵堂，到了晚上还是这么亮如白昼的，难不成是要照亮地府给鬼魅引路不成？怕是他这些年黑了心，怕夜半鬼叫门吧。六娘，你现在对白无常真的只有厌烦了？是我年少时瞎了眼，以为他是个好儿郎，经过这两日我算是看透。那他拦轿时说的那些话，他应该是不想我进府，要是能下就下走了。那你可怎么办呀？别担心，毕竟也是太皇太后亲赐的婚事，他也不会一时三刻向我动手的。我小心谨慎一些，挨得一日算一日，怎么着也要熬到朝中定了外调的人选，让我家不至于被发配荒漠。你这哪是结婚啊，你这分明就是进了魔窟。地府中求生哪有那么容易啊。天色也不早了，你快回去吧，你爹该着急了。我不走，我要留在这儿陪你。那你还能每天都来陪我？难不成再搭上一个？你放心吧，他今晚定是会摆出一副冷落嫌弃我的姿态，不会进我的厢房的。你怎么来了？这里是神府，今夜是我大婚，我为何不能来？倒是你，言氏有女，永续之才，比歌莫舞，精明行修，博古通今，其贤德淑女之名，冠绝襄安。这些修辞哪个与你相配？配。配，当然是太皇太后觉得我颜六娘同你沈大阁领极为相配，不然怎么会赐婚呢？大阁领，你要是对我不满意的话，休了我便是。夫人脑袋里的想法倒是与你的脸蛋一样，想得太美了。
此俊俏的美娇娘，我爱不释手才是，怎么会轻易休了呢？还从未见过李渭城满院子乱跑的新娘，你若是不想一个不小心在沈府断了腿或是少个胳膊，便记得规矩些。说的对，夫君啊，我既然领了圣意，那就自然要做好大格林府的沈夫人，将您伺候的妥妥帖帖的。就凭这个也想挑逗我？既然说要好好侍奉我，那我便告诉你三件事。第一，不要妄想成为真正的沈夫人，我与你之间有名无实。第二，不要妄想从我这里得到任何情报，我知道张相派你来是什么目的。第三，不是我沈都心甘情愿娶的妻子，别妄想在沈府活下去。郎君，见着夫人了。嗯。那拜堂成亲之事，就算是拜过了，那西厢房那边，就让他待着吧。大哥岭，大哥岭，明堂失火了！快！大哥岭，明堂因何失火？有人在明堂自焚，结果引发了火灾，自焚之人已烧得面目模糊，立刻加派人手确保皇宫护卫，查清楚自焚者的身份，不准有任何遗漏。是。为什么不让我们见？我是刑部女官，就昨天我还陪你家夫人进了新房的。哎呀，你真不能进去，姑娘。哎呀，拜托了，我们不能让您进去。是啊，锤锤，不能进啊。六娘，出大事了。夫人，夫人。在清明寺竹林附近发现了一对尸体，尸状极为蹊跷，
刑部和义良人已经派人去了。一个眼神决定你我缘分，再次相遇便知今生两人，看今夜星辰梦回旧时分，一双人早已生根。注定前的情人心思莫问，情思相恋一生一世长存，借晚风叩问素爱的情深，此生有了惦念的人。一往情深，你是我认定的人。秋月春风，一生只愿你一人。你的掌纹，你的眼神，我们的爱在升温。一往情深，你是我认定的人。秋月春风，一生只愿你一人。你的掌纹，你的眼神，我们的爱在升温。相拥对爱多么认真，一点一滴慢慢全都封存，从每个清晨到每个黄昏，我和你永不离分。一不留神你闯进我心门，慢慢沉沦为爱奋不顾身，我冲锋陷阵也无比坚韧，因为你是我的